下来我们明天就开始出差了，然后接着下来下个礼拜也有法国的展览，所以其实时间非常紧凑。然后那个陈总这边也有，他也有其他的行程，所以我想说，大家下次一起，然后再一起听他讲 ISPO 的这个精华的机会很难得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把握这个时间，好好的互相学习，然后我们就是。